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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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给点装，不给点钱吧？给点钱，这波我整个卡牌，我们前期直接无敌。上来我就两星红，我看谁能干得过我，我看谁能打得过我。想看我吃把劲儿走了，看一下午也走不了，那我肯定不能让你走了。我让你走了，我不傻吗？我让你走了，我不没有人气了吗？我这能让你走吗？你这不得开玩喜呢吗，兄弟？正在觅食。掉点血吧，不掉血拿不着装备，掉血拿装备直接无敌了。对一对儿，对对对对，怎么有人唱歌呢？谁？谁？谁在唱歌？猴哥这把吃鸡了，我蓝脸汉吃一堆粑粑，你叫蓝脸汉呢？你在全世界能找着第二个叫蓝脸汉的人，我都算你厉害，兄弟。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第二个蓝脸汉，就没有人取这种名。首先，蓝这个姓他就不多；其次，林汉这个名字也不可能有人取。他们都是蓝汉林，明白吗？都不是蓝林汉。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一个蓝脸汉，这个世界上，啊，交给我了。这把玩银马可老猛了，这把森林可多呀，是不是？但是没啊，这把吧，它没有大树。以后你生个孩子。
这个厄斐琉斯带个攻速，我必须得给他拿掉，以防止有人想越神啊。这神庄的厄斐琉斯给他拿掉，虽然我亏一块钱，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好了。我们来把劫，来把劫，来吧来吧来吧劫吧。为啥人家第一名就能拿着攻速呢？我那第一名从来啥也拿不着啊，不是大腰带就是大护甲，要么就是大魔抗着，魔抗着可能有时候都拿不着，贼膈应人。这第一名你别让我碰着你。我觉得赵信好像没有亚索厉害，是不是？我上个亚索吧。无敌了，已经无敌了。哎呀，对积木得要好，积木。哎呀，忘记要积木了，有些生疏了。看见没？这家是不是要玩月神？那厄斐琉斯带个攻速，是不是有点无敌？坚决不能让他无敌的。我这一回合差一块钱，有点让我难受啊。咱们必须得把每一回合的一块钱全部都给它攒了，知道吧？要不然就会形成蝴蝶效应，每一回合就少一块。劫不会手里干吗？劫有哪个版本会手里干吗？劫第一个版本会，好像是不是会撇手里干？这把森林狐是狐，可是装备不对呀！你说，真的每回合差一块钱。这轮攒出来，我们直接就不差钱了。这个地图里边没有狐狸啊！哎，这地图做的不错。我们去夜市闹一闹。差两块，没事儿，差两块就差两块了。你们觉不觉得这猩红之月的蜘蛛可以撇了呀？猩红之月的蜘蛛撇了，刷天选也就只能刷天选劫，要么就刷天选的这个寡妇，其实也没啥太大用。我等这蜘蛛升二，我得把它撇了。
梧桐横可以。哇，这把森林是真地湖，就是还是没小法师，没见过小法师吧？就是还是没有小法师。积木，快点致盲他们！对对对，杀积木！先把猴杀了呀，大姐！哎，先把猴杀了，两个人全死了，会不会打团战？哎呀，这姐会不会玩？不知道飞科的姐怎么玩的吗？真的垃圾！这波你都能没赢了，我的妈呀！福星啊，福星我赢一把倒能行。福星可以赢一把。我觉得这个灵魂莲华明咒好像有点问题。这个解释好像不对，一名灵魂莲花英雄在首次释放技能会被所有友军提供该技能法力值消耗的移动速度，相当于 35% 以法力以消耗的法力这个速度。这应该不太对，我感觉这波没大剑。那积木放技能为啥没给我加呀？那你说是啥？那积木放技能没加攻速啊？递个鞋吧。现在开局 1.04 攻速，开局 1.32， 你看啊，你看这小猫，小猫用完技能没加攻速，积木也没加。这个感觉没有什么用啊。猩红也就前期拿了，我先把这劫递到二，然后我们再升。你好啊，爱人。你没劫没升二，不行啊，这那劫二星都没有，那玩咋玩啊呢？直接就加了0.7，啊，直接加了，所以后边放技能也就不加了，是吧？拿了好多，那也行啊，也没说持续多少秒啊，即使不是开局就加也可以啊，就放俩技能呗，就放技能不就完事儿了吗？
升级吧，我把这卡牌下了。哦，哎呀，我先给他升个二啊，然后我们升级呀，积木没拿，不过无所谓了，可以无敌了。现在有个问题，你说给春哥还是给银血剑，还是给巨银杀手？有些兄弟非得要饮血剑，那行吧，给他个饮血剑。先给蜘蛛先来个日炎斗篷，这个给你了。我想玩把巨杀的，三个狐狸，最后我们找个千九就可以了。不用魔抗，应该没有人要啊。建模，刚才有建模吗？没看见建模呀？你看见建模了吗？这把不是装备还行吗？给的装备还可以，英雄也还不错，你知道吧？现在九星红稍微有点弱，我觉得，我没日玩那九星红。这又是我魔抗瑞文，应该没有人要吧？你不要狐狸，我要狐狸也行，我要个狐狸。没事，不行最后给个巨杀也行，看看鸡给不给爆个魔抗。算了，没用，撇了吧，给个小猫。这把我给你们留局了吧，行不行？我想拉个九，最后我把那五费英雄全给买了，我想弄一个贵族羁绊，我看看狠不狠。
我看看这全五费英雄上场能不能猛一点。好吧，行，我们来一把啊。我们先给他拉到九。贵族羁绊，贵族，一共有几个五费英雄啊？瞎子、黄鸡、万豪、老头、永恩。莉莉亚、凯隐、EJ、凯隐、EJ， 还有什么？没了吧？那就八个。我操！我没打过这哥们儿。哎呀，这么猛啊！拿个积木吧，忘拿了刚才。这他妈是黄金圣斗士啊！我的天哪，这哥们儿也太猛了，这看来这得要巨杀了。先拿个小剑魔，我们需要一个千九。哇，这绿纹要坏呀，这要坏了呀，这坏了坏了坏了。没有天选之人，有点坏了。啊，着不着急？不用太急着地，我现在这是血量可以的。我得拉凯隐，我得升级上凯隐，不上凯隐不行。要么来天选寡妇也行。质量差了点，这猫没升二。呀，这哥们儿猛啊！这哥们儿是因为啥？
哎，他是因为啥能60多滴血，还能装备这么好，并且还是这个天选瑞文，他是因为啥呢？他还能英雄全有，还是六灵魂莲花夜游啊？他不是天选啊，他是天选瑞文，但是是神盾瑞文。他开挂了，哎，不，他太猛了，他这。我好不容易想要个老头儿，还没了。你这拿个啥吧？这，看来我只能拿着寡妇了，没东西拿了。来点柚子。这波应该行，他剑魔把厄斐琉斯给掏过来了。你说我这劫卖不卖？不得，万一我们一会儿有个天选劫就可以了。地还是不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升级，我们先拉个九，别急。嗯，我们升了，上个凯隐。哎，我先上凯隐不行，我先上凯隐没有三星红了。这家瑞文差两个啊，他要是三星瑞文，我估计他就吃了。我劫让他瑞文给我秒了是吗？哎呦我操！果然这套瑞文还是比较猛的。干哈呢？还皮呢？又给个水银呢？你给我这么多水银干哈呀？我把这水银给剑魔吧，给猫也可以。不行了，这贵族阵容可能整不出来了。哇哦！瑞文要删了，哎呦我操！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刀哥吧？没事，删删吧。随便玩一下，还有这么多个人呢，让他爽一爽一会儿。
没了，他瑞文删了。我们要是姐能有个三星，还能为之一战，这不行了，这就干不过了。还看看人家，还说你不菜，哎呀，兄弟呀，一个运气游戏吧，扯啥菜不菜的呢？虽然实力吧，技术也占一部分，但终归来说，这还是个运气游戏。你老跟我在这扯菜不菜的，有什么用呢？天天这菜那菜的，这应该打不过他了，打不了。他这瑞文现在啊，只需一个 R。我人直接没，他现在就上这一个英雄，我估计我都打不过他。那个哥们儿怎么顶不住了呢？那小子怎么没了呢？我顶一轮吧，不行了，顶不了一轮了，升级吧。哎呦我进夫。现在我告诉你们，只能祈祷一手三星禁夫，知道吧？我们现在只能用三星禁夫来给他赢了，把这寡妇、积木、剑魔、黄鸡全卖了啊！一会儿把所有英雄全卖了，找一个禁夫，能找着咱就起飞，找不着就继续。三星禁夫直接把他干死。还有21滴血啊，选个秀，拿个禁夫，有没有？没有禁夫，拿个科技枪啊，三星禁夫。有了，兄弟们。没有GG，没有GG，没有。仰卧起坐，上来，没有，没有就GG。双方互相仰卧起坐。瞎子也可以，瞎子不行，瞎子三星太弱了，瞎子三星没有一点点用，这个版本只有禁夫三了才是特别猛的，瞎子。